老鹰跟那个谁比赛？这边是老鹰。跟异手龙比赛，在这里，你看它是什么颜色的？我看，绿色跟蓝色耶。它是绿色，然后它是它是蓝色跟绿色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个是万龙吗？它万龙是长这样子。对呀、啊，嗯，有很多恐龙。看，这个蛇是长这样子，这个是长这样子。对呀、啊，嗯，爱心，爱心的。那佛贝，嗯，他偷了家的蛋。他在偷，这个是偷蛋龙哎，他会偷拿人家的蛋。对啊。偷拿回去偷吃。啊，他专门偷吃人家的蛋蛋。他吃的吃啊！我吃到什么？那这个是雷龙。雷龙的蛋吗？嗯，我不知道。这个是我说这一只是。他吃到这个壳的，吃啊！我遇到壳啊！啊，蛋壳不好吃啊！对呀、啊。对呀啊！要把它剥开才可以吃。那你喜欢吃恐龙的蛋吗？不喜欢。喷火龙。哇，这是喷火龙。啊，昨天妈妈买的喷火龙呢？嗯，我们去买的喷火龙呢？在妈妈楼下吗？嗯，在哪里？楼下。嗯，在妈妈那里呀、哦。嗯。一手龙。哦，好，那先来看这个画画吧。是，我要看那个喷火龙的娃娃，看看跟它一样吗？等一下，再请妈妈拿给你啊！也在擦鼻涕啊、哦！嗯，异手龙。哎、欸，啊，这本呢？你不是要画画？我还没有画、欸。要画哪一个龙？啊，画一个小青蛙。